你哪级的学生？你不上课？大学了，逃课还管呢？大学就不好学习啊？我妈都不管我呢。你妈不管你，我管你。那你是我啥人？我是老师。哇哦，楚楚老师，楚楚老师，嗯，大学校园真好啊。嗯，充满着恋爱的酸臭味。这一对一对的多少让我有点把持不住啊。你干啥？要不咱俩哦别老瞎看，不还不让人羡慕羡慕。这么神圣的地方是在干什么呢？处对象呢？错。啥？净化你的心灵，净化你的思想。谁好人跟你玩啊？就你这身穿的，一点也不净化心灵的，太容易让我想吐。我穿这身不是为你穿的。你旁边有人。有人咋的？有没有老胆？我突然觉得好像太适合这个位置，咱俩待。要不咱俩也应个景。你想太多啊！把你的脏爪子给我拿开。